猎敌人怎么打？ 打橙子毛枪，问题是猫的羊又不见了。橙子小，橙子毛枪吧。妈，右手你再跟我抢一次啊！ 反正就是不打防守啊，打防守太无聊啊。小王，你说的很对，这是我工作啊，我不能这个不直播啊。那个还是觉得很菜，自己还是觉得很菜，多练习，多练习。 把自己涂炭干净一点。他的猪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猪。去哪里呀？的确对这个玩游戏颇有微词。他们不是玩游戏认识的吗？ 误伤我女村民，好不好？子晴台科大的子晴，你是台科大的吗？ 这四帝国怎么玩的变这么强？Ready。 哈，好难，在哪里？一样打21P或22P啊，还22P啊。 又没找到对方，找家真的是一个特么很难的一个议题。找到，小心他妈的！打22P。 前置，前置，狙击。 你们觉得如何？一马换一春如何？有人赞成，有人觉得这个，有人觉得赚还是亏啊？大家都没看到哎。
巨亏，小亏啊，小亏，小亏啦，没到巨亏。跟他棒棒了，操你！又要跟我搞这招欸，干他妈这是亏了。剩太多枪兵啦，剩太多枪兵了。其实打得不好欸，他还是塔没有差，还是塔没有差。还是塔没有差，看他差哪里。哎呦，他盖49就有机会赢哦。黄金在哪里啊？
黄金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啊，在这。很重要的事情没有研发。他马上就要上去这个城堡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城堡，城堡，城堡。他出投石车，他出投石车。你在叫他出投石车，对不对？出投石车吧，是不是？得修。知道。快全死哎、欸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出马还是出宫？出马还是出宫啊？出宫，出宫。他没黄金，他没黄金，射不到吗？射不到吗？干他妈的！干他妈的！肯定要出点马，肯定要出点马。怕你不成，
那要盖城堡这么傻吗？好，他没有黄金了，应该会赢的。没黄金，没黄金，他没黄金了啦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，他没黄金了。对不对？有人觉得我输了吗？我现在不断的出普列的长弓兵就好。他已经输了，你已经死了。你已经死了，好不好？他根本就没黄金，他还出僧侣。你已经死了，启动轻敌模式。Now， 这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没有黄金，挖别人就有啦，是不是？看来找到血多的、欸。我这里就挂喽，我这里就挂喽。轻敌模式，轻敌模式。对、欸，不能开、欸，不能开轻敌、欸，他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打我的弩兵，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打我的，应该啦。这卖石头，投资车在那，投资车在那。看我怎么秀工兵好不好？看我怎么秀，看我怎么秀。靠北没有秀到哎、欸。看飞。
很好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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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笑。反正好像一直就可以把你搞死，你知道吗？是把你搞死。怎么可能赢啊，拜托，我这随便打都赢。在乱打。再送一批鲁宾进去。再送一批鲁宾进去。其实赢他放了很多吧，200多种。有在挖黄金吗？感觉很像有欸。所以探一下路。我要进来咯，这是没在客气咯，这是没在客气咯。没有在客气喽。轻敌他妈乱开！他到底在哪里挖黄金啊？靠，才3次而已哦。捕猎颠呢，捕猎颠呢，捕猎颠呢，哥。哎，我冰拳死光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怪，难怪，难怪。哦，好烦，好烦，认真解决他一下。认真解决他一下，觉得好烦。到底在买挖黄金啊？靠，被挖死头嘞！好，他有黄，他有黄金，他有黄金，他有黄金。这家伙真的难缠呢，轻敌连开都不能开，我的一级木还没有研发哎，各位观众啊，一级木还没研发哎。一级木还没研发哎。
到底是哪里挖黄金？我真的不开心，你早就赢他了。不管不管，认真打。我又进来，我又进来了。这坦了坦了。他有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东西？他是什么东西？干，废话不要这么多好不好？他说三小，谁帮我翻译一下？要上帝了，要上帝了！浪太多，你知道吗？浪太多。这说这头兵不要死了，我要上帝了。我看他妈的控兵怎么这么烂啊！给你死啊！他刚说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谁帮忙翻译一下？叫你轻松玩是不是？他图哪有烂？你图烂谁？谁叫你这个？谁叫你打直城？这让我练控兵吧。干他还帝王。干他不是盖城堡，我被骗了，他盖天梯而已。他盖天梯而已啊！我被骗了。Yes。他说他要讲干话，他说我这个烂图五十分就可以，你才打赢我。唉。他在讲干话、啊，大宝不要骗我，这是城堡。你们刚谁骗我是城堡？你们刚谁骗我这是城堡？谁骗我这是城堡？谁骗我这是城堡？我刚以为他城堡我在跑的，你天蝎我怕你啊！天蝎我怕什么啊？拜托，我直接不认识城堡就射爆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在外面啊，他这个硬挤上去的。